凤灵原点有致命，但凡练到第九重，就容易走火入魔暴毙。燕宗主傲气得很，不会告诉你他受伤了。沈郎可知，这原本就是个连环计。你不怕别人说你依附魔君？同师为朋，同之为友，跟你做个交易。但是作为交换，我需要你给我一个人。你现在还当我是朋友？燕宗主果然守信用，没想到沈乔与你而言的价值就值一把太华剑。阿乔，你怎么总这么轻易就相信别人？我以为我们是朋友。这般望着你，难免我愁愁愁。帝燎岩和魔金丝，可以点摸骨的部位。我送给你的东西，再不喜欢也不会扔。怎么样，要不要跟我走？竟然死灰干净！沈郎君，那你会忘记害了你的人吗？天亮之后，只要九月初九，也无事一死，帷幕定会重入中原。朱阳策仍旧夜无事。他只是根本没有心，对世间所有人，他都一样的无情。只是我先前并不明白这一点。您真的要去救那个人，那个害得您差点没命的人？为你是青山嘲笑世间。这世上有许多事情，即便付出了，也很有可能根本不会有回报。我只是想再见那个人的面，让他知道我没有被主枪殴醒，我也没有被魔性。不动嗓啊，还是改不了你心软的坏毛病。是这些人自暴不幸。